羡慕原来我哋跳舞咁叻噶。你唔知咩？原来何生咧，除咗有赌王嘅美誉之外咧，系舞王嚟噶，因为嗰啲社交舞咧，可以讲系武林高手。大家再俾啲掌声佢哋啊！多谢多谢晒。好啦，咁而家咧继续请两位为我哋颁奖以下呢一首歌曲啦。请两位 ，Angie， 你咁大个女，今晚喺咁多观众面前表演跳舞，咁你究竟惊就惊？都唔系好惊啫，咁。不过我好惊。爹哋，你都会惊？我惊你踩到我。好在冇啫。咁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哋咁多首入选歌曲之中啦，你最中意边一只？咁我应该梗系最中意阿 Lam 嗰只《真的汉子》。不过咁噃。我只是懂欣赏他第一句，成和败努力尝试。嗱，你话啦，若果所有我哋咁啲客仔个个都唔计成败嘅，个个都努力尝试，试完一次又一次，哇，我睇我哋公司肥到想唔猪笼入水都几难。咁啊系嘅。咁除咗歌曲之外啦，咁有冇一隻唱片又系你最喜欢嘅呢？咁我会鍾意呢达明一派，即系攞到最佳即系设计嘅唱片封面封套封套。系咪嗰隻我等着你回来？咁有咩咁特别呢？哇！我睇认真好意义啦，我等着你胡来，因为你记得我哋嘅行业啊，冇嘢拍，唔怕你精，唔怕你傻，最怕你就唔来。咁好啦，我谂咧，我哋继续咧要颁第二只嘅十大中文金曲，咁啊睇下呢只咧，你又中唔中意咯？咁若果咁快要揭晓嘅，要揾支士的俾我先至得喎。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就是我的魔术，不是挺小的，等我看看。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就是无需要太多